红包。幼儿穿上传统新衣，戴新帽，萌萌样唱着新年快乐歌曲，逗得新北市长侯友宜好开心，直呼小朋友太可爱了。过农历年前，侯友宜安排关怀福利机构行程，访视永和中心公共托育中心及永和中心公共托老中心，一进门就是幼儿新年唱跳秀，融化大家的心。侯友宜表示，这几天天气冷，在过年前访视托老托幼中心，除了提醒做好保暖之外，也陪着老人家打健身球、做运动，直呼要配合旋律打不简单。他还是致辞祝福老人家，拜个早年。而长辈们回应市长致辞，愉快的心情都能感受到。过得生活如何？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啊！天天开心，开心，开心啊！天天快乐，天天快乐啊！重点就是重点，对吧？啊，有没有吃得好啊？穿得暖？有啊，有啊，穿得少不冻死啊！哈哈哈你穿的比我还少哎、欸，我穿的比你还多哎、欸！你看我那个福利长，你穿的竟然比你少、欸，他也穿。老人家来到托老中心，好快乐，动静态课程都有，侯友宜跟着一起玩乐，感受他们的丰富活动，并且一一送上苹果篮，象征平平安安。另外还有年节加菜金，祝福大家快乐迎接牛年到来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